哎呦，那个眼，天哪！会不会太优雅？哎，他起来有一点小 wave， 有曲线的，对对，好像在跳舞的感觉。来了，咬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咬太关键。来了，哎呦，咬了。哎，哇，真的是好看的，太会了啦！哇，那个眼神沙威沙威的，难怪是真的是百分之百命中。哎呦，香妹，香香，哎，香香，像我平常都很喜欢那种。你这一辈子有失手过吗？我没有失手。对，我完全没失手，我只要喜欢欣赏都拿得心想事成。对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真的是天选之人。而且我都很喜欢那种比较怪的人，然后或是那些比较肮脏，看起来比较。劳累比较憔悴的人，那张立东你应该很喜欢，还姓张嘞，还张立东，憔悴，对，就是感情世界多肮脏啊！那这种肮脏不行，而且我都不会主动去示好，都是我会释放一点点，然后让人家就是勾着勾着放你的讯息，哎，那叫交集招，交集招，你只要分泌一点费洛蒙，我们对，只要看着他一下，就是四目交接看着他跟他讲话，然后笑笑的，你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他就会恋爱了。我也哇塞。什么东西？好猛！扁他，好猛啊！会啊，会啊！各位，接着下来不得了，林湘跟小优他们要在办公室里面一秒钟变女神。哎呦！哎呦，刚刚是伸懒腰喽。哎呀呀！那个脚，那个脚。OK， 没事，没事，很厉害，很高级，很高级，有绝对领域的。哦，这个下巴有突出哦，有，下巴好长。脸稍微歪了，开始歪哦，要歪咯。哎呦，姿势很漂亮，一样漂亮。OK， 很美，很美，侧面很美，可以。那个角度抓得很漂亮，很像美人鱼。来了，来了，你可能比较不适合嘴巴张。嘴巴闭闭。对。西洋戏，他在西洋戏。对。啊，姥姥。哎呦，白眼，白眼吗？姥姥。哦。是的，太好听了。哎呦，最后这边喽。看最后喽，看最后。小优，这个真的可能没办法帮你说话喽。哎，看完他这一段表演，应该一般的新闻用语就会讲，不予置评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正妹的，林湘一秒变女神。哎呦，那个眼，对对对，那个小眼神，杀你！来了来了，那个小眼神，会不会爱你那个小眼神？那个小眼神，好丢人哦！我哎呦，哇塞，他那个眼球里面有在散放一些光波哎，哦，天哪！会不会太优雅？他起来有一点小 wave， 有曲线的，对对，好像在跳舞的感觉。来了，咬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咬太关键。来了，哎呦，咬了，无辜，无辜，很无辜。就你们在看我，为什么要看我？哇，这个完全的叫我不由脸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翻白眼，还可以翻得那么好看，哇，他这个。哎，真的是好看的。然后看地上，看地上，哇，这个真的差好多。真的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！而且他的脸永远有保持下压。OK， 太会了啦！哇，那个眼神沙威沙威的，难怪是真的是百分之百命中。恭喜林湘完成活动，活动，活动，活动。